你们不知道什么叫上树吗？这个就叫上树了哦，黑盾上树，你们看看。哦，你看，黑盾上树了，这个就是黑盾上树啊。看它咬得很啊，我们待会给它搞点这个啊，搞点这个神仙水啊，它就不来了哦。这个就是所谓的上树啊，黑盾啊，只要它能找到树洞，它绝对不会上土洞啊。如果树洞没有，土洞它也会上啊，兄弟们啊，只要蜂王从空龙片挤出来，它就绝对来这里了啊。它首先的话，直蜂先来，找到以后蜂王就来了啊。但是这边的话全部空着啊，除非它挤出来了啊，不然的话它是上不了的啊，黑盾啊。我们挤给它一点啊，看看这个啊。我干给他一点这个啊，神仙水啊，会蜇人的啊，这个不是开玩笑啊。我靠，会蜇人的啊，这个是会蜇人的啊。嗯，哎呀，他会不会蜇人？他绝对会蜇人啊。嗯，不敢进了啊，为什么？他就不敢进了啊！你看，哦，会接一个，再敢给他一挂，哈哈哈！嗯，看出来了，哦。可以看到，再干给他一罐啊，干到里面去啊，假一出来一个一跑了，兄弟们，他嘟嘟，马上嘟嘟嘟就出来了啊，现在，哦。能看到干昏球了那个哦，鬼了，这个是我的啊，我的杂交黑盾啊，每一年都要来这里的，他反正他只要上我他就来了，你看有没有看到，待会看有没有看老王有没有出来，能看到老王，我把它放大一点啊，来看老王还敢进，我靠，牛逼的很，你看马上就出来，又出来，我靠，干伤了啊，把他，哦。哎呀，准备搬家来了，哎，那准备搬家，嗯，就这样了啊。